他善于隐蔽，他火力持续，他结构简单，他异常凶猛，个小威力大，蝎式冲锋枪。蝎式冲锋枪是由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口径为 7.65 毫米的 M61 式冲锋枪，它的体积不比战斗手枪大多少，所以有些人认为它应该算是冲锋手枪。它的设计初衷确实是作为一种双用途武器，它既可以像冲锋枪那样双手抵肩连发射击，又可以像手枪那样单手不抵肩单发射击。它既可以作为近距离战斗中的突击武器，也可以代替手枪作为个人防卫武器。该枪在捷克被警察、安全部队和反恐部队广泛采用，但同样的，由于它尺寸小、极易隐藏，而且消声效果极好，因此也被一些恐怖组织所使用。蝎式冲锋枪在1950年后期开始研制，其目的是为了非一线战斗步兵单位提供一种重量轻但比手枪更有效的个人防卫武器。该枪正式获得采用是在1961年，所以称为1961年式冲锋枪。蝎式冲锋枪被配发到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中的各种不同单位以及广泛的出口。该枪定型后很快就取代了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中原来配备的 M52 型 7.62 毫米手枪。蝎式冲锋枪的枪托采用极简设计，由一根钢丝弯折而成，取下枪托十分方便，折叠枪托的打开过程也非常方便，射手只要用手往上一拍枪托，枪托便在惯性以及弹簧的作用下向上翻折，自动展开。折叠枪托打开的动作像极了一只翘起尾巴的蝎子，这也就是这支冲锋枪被称为蝎式的原因。蝎式冲锋枪枪托的作用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由于枪托不够长，底肩瞄准时并不方便，所以射手更愿意将枪托折叠起来，一只手握着弹匣，一只手射击。蝎式冲锋枪是捷克斯洛伐克设计的名枪之一，其他还有比如二战前就大名鼎鼎的 ZB26 轻机枪，以及张学良卫队才用得起的 ZH29 半自动步枪。如今已经快60岁的蝎式冲锋枪依然发挥着余热，凭着它小巧的身材带来的便携性和隐蔽性，驰骋在世界轻武器的舞台上。手机应用商店、微博、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军事网，或者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收看更多好看好玩的节目，赢取观影大礼。观军事知天下，尽在中国军事网。